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首歌曲，刚好遇见你啊。这首歌是李玉刚唱的，四四拍啊，就是这个强弱四强弱啊，主要是它有一个特别高的音在里面，用的肯定用的是假声啊，就是咱们上来唱这个简谱的话会有一定的难度啊。咱们唱一下这个，唱低点，哆西拉嗦，嗦哆瑞哆，哆哆瑞哆。哆哆瑞咪拉西哆，拉拉嗦嗦咪哆瑞，嗦哆瑞哆，哆哆瑞咪，嗦哆瑞咪拉西哆，拉拉嗦嗦拉咪瑞，哆哆哆哆啦哆啦啦，拉嗦嗦咪咪哆瑞，哆哆哆啦哆瑞哆哆啦嗦咪嗦瑞，哆西哆啦哆。嗦嗦啦咪嗦瑞，哆瑞哆西哆，哆瑞咪瑞哆西哆。后边基本上就是重复啊，然后那个后边有个第二段啊，这儿咪咪瑞哆西哆，哆西咪瑞哆哆西哆，哆哆啦咪瑞哆哆西哆。后边就一直就完了啊，主要是这个高音啊，这个超吹，这叫这个超高音，这叫